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审判歌剧之都元神提瓦特异化 10.2 以更活动攻略拍照留影元神 5.0。 那这个视频是提瓦特异化活动的第九关。这关要拿一个使用弓的角色，在凌晨两点至早晨六点之间，在指定范围内进行拍摄。这关我们就传送到拍摄地点右下方的地面传送点，从那里过去。我们现在来跟林妮特对话。出来的对话选项我们随便选就可以了，姿势也是随便选。选完了就点击开始留影。这里我们先拿出来一个使用弓的角色，并站到指定范围内。接下来再来调一下游戏时间，到凌晨两点至早晨六点之间。我这素材拍摄的有点问题，你们大概知道怎么弄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